近日，柳岩性感亮相某活动现场，人多混乱，柳岩不幸遭到咸猪手摸臀，尖叫一声落荒而逃。消息曝光后，立即引发柳岩粉丝的不满。至目前为止，主办方未就柳岩遭摸臀一事作出回应。据悉，当天现场主办方请来了外国友人扮演好莱坞众英雄，山寨程度十分雷人抢镜，也一度引发话题。